就是一个短版外套，我觉得弹性蛮好的。然后它就是呢可可爱爱的这种比较小连帽的感觉。手呢我们其实有做不太一样的这种织法，有这种双滚边的螺纹车线，然后呢整个手袖是宽版的，里面你可以自己搭 bra top， 然后或者是搭一些小 T 类，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。这是我自己最喜欢这样搭，就穿一个落地裤，然后里面露一个 bra top 都可以。它其实就是那种小针织面料，然后弹性极好， SML 它有都可以穿。我们的拉链啊也都非常非常好拉。那里面的话我其实就穿 bra top， 你们就自己就是里面穿发热背心啊 bra top 等等这些都可以。跟着志愿购时髦带着走，请给爱心哦。